最緊張嘅時刻到咯，咁啊，我諗剩翻最後四強喺度啦嚇，我哋又分冠亞季嘅啦。喺呢個時候，我哋不如請埋佢兩位升級師傅出嚟啊，好嘛？有請，志偉哥，志偉哥。多謝。嗱，因為究竟佢哋剩翻呢四個四強，四強，你哋自己覺得嗱，你有四號，佢有一號啊，佢又有。你有幾多個啊？我有三個。你有三個，啊你有三個，佢有一個。咁佢唔使揀，你揀啦。你覺得你嗰三個邊個最有機會？嗱，老實講，其實咧嚟到呢一刻咧，邊個最有機會咧都冇所謂啊。頭先聽到佢哋四位嘅 speech 咧，我覺得非常之感動。我深深體會到咧，佢哋係好喺今次嘅成個過程咧都係好享受，又識到一班好嘅朋友。無論邊個贏出咧，佢哋都係贏家嚟㗎啦。好。咁大方得體，我哋就揭曉啦。好，師傅之前要講一講咧，就係今次呢個投票咧，就係 100% 全港市民投票計算最後得分而選出嘅港姐結果嚟嘅。較早前講過啦，投冠軍嘅有五分，亞軍嘅有兩分，季軍嘅有一分。咁今次總投票人數咧係達到231,692嘅，非常之犀利啊！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要多謝啊羅冰涵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咧，為我哋核對今晚所有嘅賽果。而家咧，我哋最後四強嘅佳麗喺度啦。咁啊，呢個時候我哋要交俾 Lego 幫我哋宣佈咯喎。好，宣佈之前先請出我哋嘅季軍，上年2014嘅係有何燕娟小姐。2015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季军系 Miss Hong Kong Pageant 2015 the second runner up goes to 九号郭嘉文 number nine Carmen Kwong 郭嘉文芳龄23岁系一位学生志向系不断挑战自己活出非凡人生恭喜晒 Carmen 佢得到嘅分数系257,064分嘅恭喜晒呢个时候有请何燕娟为我哋今年嘅季军戴上彩带，以及季军嘅后冠，亦都唔该晒何燕娟小姐 ，thank you， 恭喜郭嘉文啦！马上呢颁发咧就系有亚军啦，咁我哋先请出2014年度香港小姐亚军黄卓琪小姐。2015香港小姐竞选决赛亚军系 Miss Hong Kong Pageant 2015 the first run up goes to 四号庞卓欣 number four Ada Pong 庞卓欣芳龄23岁系一位助理店铺经理志向系令香港青少年认识多啲古典音乐另外都希望将来一个属于自己收留被遗弃独立嘅协会佢得到嘅系405,295分嘅一直以嚟咧，都係我哋選舉當中嘅大熱。頭先唱歌劇嗰刻咧，更加咧換嚟全場嘅掌聲。多謝曬黃卓琪小姐為今屆嘅亞軍加冕，亦都唔該曬黃卓琪小姐，恭喜曬你。好啦，嗱，剩翻落嚟咧有兩位佳麗，一係就冠軍，一係就殿軍。咁啊，大家都好緊張啦。呢個時候，不如就 Lego 幫我哋宣佈啦。喺宣佈之前，我哋請出上一年嘅冠軍邵佩斯出嚟。邵佩斯小姐。講下佢呢去年嘅感受同埋佢得到咩得失咧？有請。時光飛逝，當選咗香港小姐，轉眼已經一年啦。回顧過去一年嘅日子，豐富咗我嘅見識，擴闊咗我嘅視野，所有工作亦都非常之有意義。我好珍惜同感恩有呢個機會，好開心呢啲經驗令我覺得好充實。在这里我希望新一届的香港小姐能够传承和履行香港小姐的责任。最后我藉着这个机会要多谢我的家人、朋友和支持我的人更加要感激公司的栽培令我由一粒细小的种子变成可以绽放美丽的花朵。唔該曬，邵佩斯小姐。唔止 opening 度跳得咁好啊，出嚟好大方得體啊！我而家香港市啊，好啦，最緊張嘅時刻到啦。2015香港小姐競選決賽冠軍係邊個 ？Pageant 2015 Champion is 邊個？幾多號？係咪你坐嗰位啊？啊，一話爆冷啊！
一號麥明詩，恭喜你 Number One Louis Mac。麥明詩，方齡23歲，係一位學生，志向係成為一位賢良淑德嘅女性，為社會帶嚟正面嘅影響。本身嚟講係一個十優狀元啊！哇，佢個分都贏得好遠喎，佢所得嘅分係925,173分。哇！贏成個開喎，先以現代舞令大家對佢刮目相看啊！跟住最後喺問答環節，更加表現得非常之出色。去到最後，用賢良淑德四個字好簡短講出自己心裏嘅希望。恭喜曬你，麥明詩，成為今屆香港小姐冠軍。咁啊，真係美貌與智慧，乜都俾佢立曬啦喎嚇！每一個環節嘅演出都係好穩定啊，亦都有功底啊，臨場發揮又好，咁啊，所以恭喜曬 Louisa。點啊，阿師傅？阿師傅，師傅有冇嘢講啊？開心翻啊，志偉哥！唔係，我一早都講咗噶啦。我話如果今日一號都唔得嘅，我都唔知揀邊個啦咁。係，咁你睇可以認清翻咧，冇嚟支持你頭先嗰啲朋友啊，可能可以認翻啊。喺翻曬度啊！亦都支持佢嘅 ，thank you。好，呢個時候有請咧邵佩斯為今屆嘅香港小姐加冕。喺戴上後冠同埋攞咗權杖之後咧，我哋有請我哋今屆嘅香港小姐冠軍麥明詩繞場一周接受大家嘅祝福。有请